满中塔，你还在吃野怪，你是不是笨蛋啊你？哎，哎，哎，怎么有迷途羔羊？哎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哎，不是，你要打哪里？你要打哪里？打下面，打下面，过来啊这边。哦哟，你们干，等等拉语音啊！操你们，这几个人这是听不懂中文的，脑袋有问题吗？打野是威尔哥、上路阿卡丽，我想到一个很屌的中路可以帮他们，就是最近比赛很流行的，只要打野是什么赵信啊、威尔哥这种斗士角色，中路就一定会出那个。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比赛，只要打野是那种斗士型的打野，中路一定是卡玛，还是这把来混个分可以吧？哎，卡玛配猫咪很强哎，我们这一队，我来混分了各位，我老卡玛了各位，你们都以为我只会玩那些 carry 角色是不是啊？我对于那个宝牌中单还是有那个的一定的研究的。当年我是 main 那个卡玛中路跟那个露露中路，所以不要担心我。好嘞，差一点点血量吃了护盾，最后是有吸血鬼一个鲜血转换，把机械给收了下来。后方特朗德也是赶过来支援，哇！这个 gear 在中间的这个空档利用了一个 RQ 连段，把杰哥也给射了下来。我简称香港角色海。我冷气开17度，好他妈冷呀！打野，这把保你了，龟派气功。105中路在对线上面先领先25点法力，怎么说 How to lose？ 卡玛一个 Q 再加一个 RQ 应该可以清到后排兵的第一波兵，不知道现在改过没，以前是可以的。 OK， 退完第一波兵直接去他们野区拉屎，各位拉完屎就跑，想要吃屎吗？阿里你再往前一步我都请你吃屎，准备好了龟派气功，完蛋了，今天很呛是吧？两级 Q 不起来 W 了，没干用，上路单杀可以，开炮车，哎呦，哇，我好烂哦！有人可以跟我说卡玛的 RQ 怎么比较好中吗？怎么感觉我这两发 Q 都有点，我老卡玛了，各位。他会一闪我吗？哎，我下一发 RQ 一定会中，真的，相信自己。准备了，三秒后，3、2，龟派气功。干怎么那么痒啊？才120多。哎，再一波好了。有没有？这样我们就比对面多吃一波兵，回家。直接 TP 中路，不给机会。OK， 打野已经在开始单吃龙了，牛逼！这是一个有想法的 jungle， 我喜欢。RQ 推完线就去帮队友吃龙。OK， 不需要我水哦。哎呀，炮车怎么那么不听话？对不起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你呆！应该交闪现的，看，我都不应该交闪现的，我不应该贪的，因为我 RW 那个蓝宝，我想说可以回购血量。不懂得混，确实，我们平常玩的角色都是偏向 carry 型的，今天要玩一个卡玛来混分，节奏相对来讲是不太习惯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懂得那个随机应变的。队友好像很强欸，妈，妹，干！我就不应该玩混分角色，我就是天生 carry 的命，请你吃一炮。要我这种非可及选手去玩卡玛，太委屈我了，真的。你也要来挑战我吗？哎呦哎呦，不行了不行了，哇，他插我一下，那么痛哦，直接喷血。好像不错哎，我这一个加速榜，然后定住那个啥奇乐师吃龙吧，中路要阿卡丽去守。哎，守塔老哥，中塔要没了是不是？哎，这边能打哦，冲呀！龟派气功，走位扭星星 ，OK， 绑一下，逼他大绝，逼他大绝 ，OK OK OK， 很猛很猛，这个位置很勇很勇，冲冲冲冲冲冲冲 ，RE 两秒 ，RE 两秒，哎，救一下，别卖啊，你们。哎呦，你们怎么不敢进去啊？我在呢，出完这个出这个吗？对吼，流水杖，让队友喷水水的东西，流水法杖。当你为一个英雄提供治愈或是护盾的时候，你的目标
增加法强跟技能级数。对面中路好秀，哇，被我扭掉所有技能还被我单杀的狐狸，你跟我说他好秀，那我是什么？你们不能那么指鹿为马哎。你跟我说对面中路很秀，被我当儿子来操嘞。好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他确实挺厉害的。哭啊！差点被他秀了。你跟我说对面中路很秀，被我当儿子来操嘞。我扭到他的 E 我就单杀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只是差一点点。中塔都没有人愿意过来点一下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游戏只要中一塔一掉了，那个视野随便做。我长时间跟对面中路拼搏换血，他十级耶，我现在十二级，中路打大优哎，你们不要瞧不起中路卡玛好不好？这角色很强的。你这什么闪现呐？我操！兄弟，你疯了吧，兄弟！开嘞！位置好尴尬，位置好尴尬，这位置好烂，烂死了，烂死，真的很烂。后面啦，后面啦，后面啦，后面啦！给你们盾盾，给我杀，给我杀，三秒 ，R 一，三秒，三秒，三秒，顶一下，顶一下，顶顶顶顶顶顶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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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抢龙，抢龙！哇，没抢到，没事，杀这个兰博。给我杀，给我杀，给我杀！两秒，两秒，去去去去，继续继续！给我上，给我上 ！R Q 一个 ，OK 没中，限制限制限制，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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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卡一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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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两秒，两秒，两秒，两秒！给你加速，给你加速！你不要 ，OK OK OK！ 哎呦，这条龙没吃到，好亏啊！拖慢了节奏。哦，你打断我的节奏！打野出点魔抗，你不死就行了。打野吃红，我不配。居然有 AD 讲出那么自卑的话，我虽然菜，但是打团的时候还是给我来一口吧，我不想菜的毫无尊严。哇，我的位置好尴尬，怎么办？哎呦，完蛋，大家要死了！哎呦，你们不应该打那边的，你们应该闪过来我们这，我有给你盾盾。要下去打吗？哇，这大姐有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不留活口，不留活口，不留活口！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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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！哎，这个不要拿回家！去去去去，给我杀 ！Nice， 这条龙要赢哦，这条龙很关键哦，请你吃一炮，中了。诶，他们直接开，他们直接开，他们直接开。哎呀，好痛，好疼，好疼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有没有给点意见？要打还是不打？好痛啊！那个龙一直在喷我屁眼。敢现在是怎样啊？靠北哦！那打还是不打？龙要没了，龙要没了！哎，这边拉一下，打个、啊、打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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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收割吧，无敌了吧？这一波威尔哥应该是无敌的局吧？打野不能太害怕，来砍中塔，你还在吃野怪，你是不是笨蛋啊你？哎，哎，哎，怎么有迷途羔羊？哎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哎，不是，你要打哪里？你要打哪里？打下面，打下面，过来啊这边。哦哟，你们干你娘！等等拉语音啊，操你妈！这几个人真是听不懂中文的，脑袋有问题吗？能吗？能吗？好像可以哦，给你盾，给你盾，给你盾，别怕，你真的往前打。哦这什么？
哇，你们是疯狗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你们该打的时候不打，然后不打的时候，这什么东西？到底会不会打游戏啊？哎，这边很勇哦，这边很勇哦，哇，雷文！三秒，战神啊，变身，你赶紧变身，求求你了！但还是靠我啊！你们这些麻瓜，我去了！好运姐买分，好运姐买分的话，她不会那么谦虚，说什么我不配吃红，因为我有遇过买分的人。他们买那些账号过来就是不会讲话，然后疯狂在那边自杀，然后一直在那边戳人家。我刚刚听到楼上一直敲地板的，是不是我太吵了？等等，那个楼上的邻居，那个邻居要过来那个了，按我门铃了。无敌了吧？这一波威尔哥，喇叭米凯的主辅帮你吹了一下，吃龙吧，我觉得可以耶。蓝宝没大了，你看这威尔哥进去吸了所有伤害，他血还是满的，谁的功劳？不要跟我说什么奇乐是大刀抢的那种东西啊！我不信啊！去！晕一个！哇，这大招，哎呦，好烫啊！最后一件装备要出救赎吧？感觉可以救赎一下我的队友。等等打团，我就那个二跟三，一二三一起按就好了。一是加速，二是解 CC， 三是回血。上课不用上课，我们这只角色不缺 AP 的。我们缺的是那个续航能力，我们只要不死就可以一直在那边套盾啊、发 Q 啊、CC 有的没的，就是一只很烦的角色。如果你们想学卡玛的话，可以问我，我不会那么吝啬的，我一定会教你们的。这个可以直接开欸，可以直接开欸。不是啊，你这个 AD 到底在干什么啦？他妈超小啦！我搞不懂刚刚那一波 AD 的操作，哎，迷之操作，在那么关键的会战，你跟我说按错 DF， 兄弟是不是在演？不过按错也是合理啦。当年你们不是说有人要嘴炮 NL 打到 MK， 这也能打错了，那他按到那个什么 F 也是很合理的。要这样开哦，要这样。啊？吃巴龙吧。啊，巴龙不吃，在那边徘徊，到底是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吗？这样能吃吧？这样能吃吧？哎呀，我们吃，不要理他了。我在想那个伊泽大绝会不会把巴龙给刮走了？我操！可以，给你加盾，一波吗？好像可以哦。不知道你这 AD 真是有毒欸。干，我卡玛都能 Legendary， 对面是不是猪啊？拒绝。我想说这把什么卡玛出来混分，结果他们我变成 Legendary 了，到底是啥小？手很忙，真的、欸、超累的，要一直按那个数字键的道具，然后一直按技能，然后一直盯队友不要死，不要冲击送头。还好我有实力，我有能力。老实说要看中单，我要去看 Faker 了。那你干嘛还留在这边？你留在这边一定有你的原因，对不对？哎，回来！你不要跟我说他妈我打了30多分钟，你这把记录给我吃掉哦。164、180，所以这把是加了16分。然后我居然不是这一队的 MVP， AD 死一死啊！妈的买分仔，19000。对面中路15000，哇！对面的雷文是什么意思啊？39分钟的游戏，对面上单选手打了5000的输出，5000。